欢迎一航、雅森，欢迎欢迎。谢谢。我特别想了解哈，因为两位都是在网络上人气非常高的歌手，怎么会想到在一起合作呢？我们两个是师兄弟。接下来要表演的这个节目，可以，我知道是阎维文老师推荐的，对吗？嗯，对，嗯 所以我相信阎维文老师推荐的节目一定是非常非常优秀的。我特别羡慕你们有共同的音乐梦想，然后又有这个深厚的友谊，然后今天又可以演绎一首非常棒的作品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？